Hello，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金融钻石半小时》，又系你哋嘅主持蓝蓝，仲有我哋一定唔少得嘅何 Sir。早晨，Morning，Morning 早晨，Good morning。啊，精彩啦！我哋今日个标题啊，就系边个能够正确咁测到美国联储局嘅减息究竟系几时同埋减几少咧？统一天下，诶？咩嚟噶？标题 slogan 嚟噶？咩系统一天下呢 啲叫做一统江湖，OK？呢个江湖？OK，OK，咧就系呢个环球金融市场，OK？今日我系俾到你哋边一日、边几日系会减息、兼夹，OK？我睇晒所有啲罗庚啊、天文地理噶啦，OK？算连晒啦。边一日、边小时我都知道，同埋佢减息减几多，我都话到俾你哋听。你搞 OK，错啊！你咪卧底嚟噶，你系唉，FBI 嚟噶，梗系唔系啦，卧底都冇用啊，因为连 Jerome Powell 自己都唔知啊。OK，我系喺个天度测到佢出嚟嘅。好。All right，嗱，真系噶，唔系讲笑噶。嗱，你可以唔信，睇晒都系一年。OK，睇晒都睇到年底。All right，OK，好啦，嗱，而家今日一开始我会同你先讲咧，就系。好明显，又好肯定，市场今年全年都会笼罩喺乜嘢度咧？你知唔知咧？美国联储局嘅减息行动上边，大家都知啦。到今日已经过咗一个礼拜啦，系咪先？而今年第一季系更加厉害。咁如果你哋边一个想喺个？环球金融市场度揾大钱，细钱你唔好同我讲啊！哎呀，嘥我时间啊！OK，一定要先搞清楚头先我所讲以上呢一点，联储局嘅减息行动几时减，边日减，减几多次，减几多？OK，全部我今日俾晒答案你哋。今日只系一月几多号？九号。OK，All right，好啦，嗱。因为要估计联储局几时开始减息行动，仲要加上边个国家嘅中央银行会跟住又加入呢一个减息行动，嗱、啊，真系厉害啦！真系，今日我就同你哋详细解读分析呢个问题。我带咗8张图嚟啊，你知唔知啊？今日吓，OK 见到嗱。来势汹涌。听过毛泽东有一句说话，佢嗰本《毛语录》全部都系戆鸠嘅，简直系得一句，我系听得入嘅啫。你知系边句？冇唔经知。过研究就冇发言权。OK，所以今日带咗呢8张图出嚟，俾晒你哋睇。啊，话就客气咁话同你哋切磋，其实我直头系话俾你听嘅。OK，唔需要切磋啊，唔使问我。All right，嗱，今日。我亦预先系预先俾晒我喺搏击会热炒本房季月嘅本房所有嘅会员一个准备一个 YouTube 嘅视频俾佢哋先先研究。如果佢哋唔睇，佢哋懒惰，唔关我事。OK，各施各法。OK，有啲系咁噶，成个 robot 咁噶。诶、哎，何不讲啊？做乜？阿大师讲乜就做乜，诶、啊、呢、这个讲乜就做乜，唉，咁样做人而家呢个态度系唔啱噶啦，OK，All right 嗱，呢、这个视频就俾你哋睇美国联储局嗰个局长上个月12月13号嗰日系议息嘅，OK 就维持利息不变。咁之後每一次議息都係佢有好大篇嘅 statement 出嚟噶啦，OK，好大篇嘅，OK，咁當然成篇都係英文噶啦，係咪先？唔使講啦，唔識英文唔好做環球金融市場啊！真係啊，嗱呢、这個 statement 咧係好清楚話俾你哋聽，佢點解作出呢一個決定維持利息不變嘅
理由，加上跟住嘅記者招待會，好多記者問佢講嘢，咁佢就答啦，呢個 Q&A 啦 ，OK， 非常詳細呢個視頻係非常之緊要啊！平時嗰啲，哎呀，嗰啲又唔同，同加息有關嚇，都加足成年啦，有乜好睇啫？減，而家話會減息喎、啊，咁而家都未曾開始減，你如果都唔睇，咁你不如唔好做环球金融市场啦，知唔知啊？嗱，留意喺佢嘅 statement 成篇啊，嗱呢个有得睇嘅 ，OK， 都冇减息呢两个字，冇啊！咁呢个市场由嗰日开始，个个都话减息咧 ，OK， 好啦，仲有其他嘅所有佢周边嘅大国嘅大经济体，啊英国、欧盟、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哎呀，你讲得出嗰啲西方社会嘅日本，日本唔使讲啦，日本点会减息啫？只会加息啫，系咪先？咁啊，仲有南韩，系咪先？全部都冇人讲减息、哦，冇人附和减息添、哦。OK， 好啦，咁又就算整个记者招待会，都只不过系嗰啲记者戆鸠。频频旁敲侧击咁向鲍威尔发问呢一个减息嘅问题 ，OK？ 唉，咁而最最重要嘅鲍威尔一直冇俾个肯定嘅答案，佢仲强调到而家为止，自去年三月一路加息加足咗几耐话，1年09个月啊，而家系已经接近一个叫做。restrictive area 是他再重申央行今年是最紧要是要个通胀率压翻落嚟2%，是央行的唯一一个真真正正 committed 的任务嚟。OK， 其他嘢佢唔使做啦，净系做呢个任务嘅啫。OK， 咁啊更加。加上一日未到2%，而又有任何变化，那个通胀回升的话呢，不排除会继续加息。你仲讲咩减息啫？系咪先？好啦，诚然，当现时已经接近，好似佢所讲呢个叫做 restrictive area，OK，、okay? 系适合最适合嘅做法。就是先维持个利率不变，使已经加咗息1年09个月嘅息口，而家加到5.25到5.5，继续慢慢消化嗰啲已经加息加咗之后嘅效应走出嚟，逐啲逐啲走出嚟。之所以而家你哋睇嗰个通胀嘅情况，就不是叫做 inflation， 已经是叫做 disinflation， 即是个通胀是慢慢向下走的。咁的而且确啊，由去年最高点 9.1%， 而家跌到3点几了 ，OK， 三点最后那个应该是3.2%啦。但今日礼拜四又再公布咯 ，CPI，OK，、okay? 哎呀，真好玩啊 ，OK， 啲钱系咁系咁涌入嚟啊！涌入你啊！哎呀，真系好啦，你执佢又唔系多得滞，系咪先？佢而家直头淹没住我啊！我都唔知点样，唞唔到气啊！啲钱压到我，你知唔知啊？好啦，嗱，点救你啊？嗱，更加指出央行嘅做法，打击通胀嘅力度啊，嗰种力度唔可以太少，又唔可以太大。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太大咧，就会扼杀咗成个经济；太少咧，啲通胀就挥之不去。咁点算好咧？嗱，我俾个例子你。有时你喺街见到有只狗仔行过，哎呀，好可爱！尤其是而家嗰啲咁嘅，我都唔知嗰啲叫咩狗仔，细只咁，好鬼得意嘅。咁你走埋去摸下佢啦，系咪先？你太大力。一定咬你，你太犀利，
一睬你都傻，系咪？就又如果一只猫咧，咁咪成个摊晒喺个地下度，等你继续摸佢，系咪？知唔知？真噶，你见过未啊？试过未啊？我知，我知，试我过知，我啦，未系啦。试过。你知唔知？同人一样。但系咧，唔醒知你咗，讲乜？你唔知啊？哎呀，瘦女唔识咁。个情况咧，已经有90%肯定嘅系加息嘅周期嘅 cycle 已经到尾声。OK，咁所以点解啲记者咧系咁问，个个都已经自圆其说话，跟住就系减息啦。因为跟住落嚟就系减息行动噶啦，肯定嘅呢个系，佢冇理由永远俾呢个五厘几嘅高息一路盘旋。喺上边嚟嘅，OK，冇咁嘅可能嘅。但系一鲍威尔一直冇讲几时喎、啊，唉，咁先至发达啊嘛！佢一早啊讲咗，你根本我都唔使我啦，系咪先？唔使呢个视频，又唔使你啦，系咪都讲嚟都多余啦。鲍威尔都讲咗啦，佢冇讲喎。哎呀，佢嗰日咧，我几惊啊，搵匀晒所有嘅嘢，佢有冇讲几时先？冇，完全。提示都冇，OK，好啦，佢只系强调要一直睇实出嚟嘅经济数据而定，所以我今日先俾经济数据8张图俾你，先同你哋大家睇下佢会点先，OK，嗱，同通胀有关嘅经济因素。我谂你都知系乜噶啦，起码3个之中你一定讲到一个啩，系咪先？物价啦，CPI，系啦耶！，CPI 就比较笼统啲，都当你啱啦，因为系物价，CPI 咁我都系公布同物出嚟，价噶系啦。，CPI 咧就系消费物价指数，咁即系都系啱，OK？唉，俾你噏都噏中真唔系乱系，咁 噏咧。噶，我成日听你讲先知噶，有上 堂噶。好好，跟住就系就业嘅情况，吓、啊、成个 employment market，跟住就系个消费啦，讲到明消费物价指数啦，系咪先？呢3个范畴，咁当然亦都要擘开只眼睇下个股市同个债市嘅表现系点。好啦，咁我今日第一张图，OK，8张啊。快快脆脆講完佢，係咪過晒鐘噶啦？你又要打信號俾我噶啦？OK，系啊，我啊，要电视台咁圈你。你記得我哋已經協議咗嗰個信號係點啊？我冇啊，上次第一次啊，我系佢协议咗个信号啊，但系我冇应承你啊，我先唔要做啊。OK，好啦，哎呀，你咁樣講啊，啲觀眾啊會真係～好唔多系，嘢谂噶我可以对啲观众做嘅，我可以对啲观众做嘅。，OK，好啦，嗱，第一幅图系环球嘅债市同埋个股市喺开年第一个礼拜嘅表现由。2004年到而家，即系20年以来嘅表现，你睇到最后嗰条红色，嗰条就系啱啱上个星期嘅表现，嗰、那个环球嘅债市同股市跌到扑街，一条直落嚟，嗰度系31,800亿啊！哇！而家自从美国乜鬼嘢数字都 trillion 嘅，都系万亿嚟，万亿嘅先至系可以讲单出嚟位嘅。系系。啊，少啲都冇噶吓。嗱，佢个国债而家系34万亿啊，你知唔知啊？全部都系万亿嘅 trillion 嘅呢、这个字，以前边使用噶？去到 billion 已经好紧要噶啦，系咪先？嗰日一日蒸发咗31,800
八百万亿啊 ！OK， 一日系喺一个礼拜之内，一个礼拜之内，上个星期 ，OK， 系开年第一个礼拜、啊。咁原来咧系真系20年来系最厉害嘅，系蒸发得最厉害嘅。咁你咪话冇可能啊！12月中。12月13号先至猛开始一路讲减息，啲股市叭叭声系咁升 ，OK？ 咁啊，点解一踏入2024年咧？哎呀，真系点解释好咧 ？OK？ 好啦，今日唔系解释呢啲嘢，即系俾个事实你睇先。OK？ 第二章，咁咧仲未完、哦。上个星期喺上个星期五咧，即系前个噶啦，其实。跟住就出非农就业数据啦，咁啊第二章呢一章就系非农就业数据嘅分析啊，全章都系文字嚟嘅，呢章就唔系图表嚟嘅，系啦系啦，所以靠你翻译。其实咧唔紧要啊，我翻译咯，咁啊 OK， 咁咧啊真系估都估唔到，哎呀你做个金融分析家，亦做埋翻译员啊，真系，哎呀真系。唔知道你丑定系我丑啊！真系你话噶嘛？你话唔识英文，唔好做环球金融啊！系啊，真噶，真噶，系真事嚟噶呢个，系真事嚟嘅。OK， 咁咧嗱，呢、這个数据咧系非常之多波折。嗰晚一出台，因为个大数一出出嚟系216,000，而市场预测只系17,000啫。OK， 咁啊，过往。咁多个非农就业数据都系噶啦，吓波动得非常之紧要噶啦。咁嗰晚就更加紧要。咁咧嗰晚点讲咧？一出咗嚟，因为呢个大数一出大镬咯，个个股17,000，咪个个走出嚟系咁，即系觉得死啦，个就业咁好，咁即系。唔需要减息啦，咁咪大镬咯！咁咪所有坐晒嘅盘，准备等佢呢个数据一出完嚟，就继续就系炒减息啦。哎呀，大镬咯！嗰个止损嘅止损，再继续做嘅继续做吓、啊。哎呀，总之祸着乱飞啊！嗰日市场嘅反应系，既然减息普通啦，或者延迟啊 ，OK。当然，股市同债市即刻全部都沽佢老尾咯。嗰日就系咁，点知 OK？ 第三章都可以攞埋出嚟。OK， 我攞埋第三章出嚟。嗱，呢一章咧就系呢个非农就业数据喺全年每一个月出嚟嘅数字嚟嘅。嗱，睇真啲。啲人输唔切啊！原来点解咧？原来上个月嘅11月嘅出嚟系19,900，今个月就将佢调低咗，将个数目字调低咗26,000，实际上只系17,300。上个月 OK， 咁咧又再睇埋。这个第四章 ,OK? 今天很多章啊，只是非农就业都这么多章，因为这个呢刚刚发生了，是非常之多多东西讲啊，这章东西。这一章呢就是看看先啊，一二三，先看这三章先啊 ,OK? 那么再看真的10月份亦都是调低了，再前一个月调低了45,000，即是连续两个月都调低的。11月掉低了26,000，10月掉低了45,000，即是总共两个月是掉低了71,000。咁啊，亦即系话三个月的平均数是等于只系得翻105,000，就加17,300，加埋。啱啱出嚟嘅216,000，
总共三个月是49.4万，咁即系话平均嗰三个月其实只不过是20万松啲嘅啫，20.04万每一个月 ，OK？ 咁呢个咁嘅数目系可以话系忠诚，而唔系话可以令到呢个联储局原本想减息就变咗冇得减，即系佢哋出嚟冲动之下所做嘅全部错晒，全部错晒。好啦，咁而家睇第四章，第四章系第二个令句啦。呢张咧，我哋如果要睇，佢会唔会减息？除咗头先嗰个同就业情况有关嘅非农就业数据之外咧，跟住就到有两个叫做叫做经理采购指数 PMI，OK、okay?。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OK， 咁呢个 PMI 咧就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系 manufacturing， 系工业制造业，另一个部分就系服务性行业。咁而家呢一张咧系先睇嗰个制造业 ，All right， 呢个制造业，制造业咧 fair 呢个制造业 ，OK， 等我睇睇先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制造业，就系每一个月出嚟嘅。咁咧上个月12月啱啱佢啱啱公布嘅啫，亦都系上个星期公布嘅，就系去到47.4左右。见唔见到嗰条十二月最长嗰条？唔系最长，长长地嗰条。咁咧系有进展嘅 ，OK。但系唔好嘅地方就系，五十之下就是不好的，五十之上就是讲个经济是会好的，在那个制造业上面。但是它根本成年你看到由一月到十二月都是在五十之下的。最高那条呢都是九月的，是接近49.几的那条，但是都上不到五十 ,ok? 上不到五十。就是说全年这个制造业是不振的，是疲弱的 ,ok? 所以是不好的。而美联储局如果不减息，在这个这样的高息状态底下，那些制造业的成本的利息这么高，当然是在50之下，是不是？所以是一定要减息的，是一定要的。我们先要看完这一集经济数据，看看是不是一定要减息先 ，OK？ 而家证实系要啦 ，OK？ 好啦，跟住下一张，下一张都系同制造业有关。头先嘅即系有两张图表同你哋解释个制造业。嗱，呢张好非常系清楚，有条打横黑线系五十。咁呢条打横黑线咧，五十之下就是不好，五十之上就是好。咁大家都睇到佢全年，其实唔止全年，由2022年大约10月嗰时候一路到而家都喺五十之下嘅。OK， 咁咧呢一张咧啡色嗰条就是全球嚟讲嘅，唔系净止美国，而橙色嗰条就是代表美国嘅。咁全球嗰条是比美国嗰条是高啲，接近嗰个五十嘅 ，OK 系高啲咁多嘅。点解知唔知？因为中国，因为有中国呢度全球嘅。而家全球唯一一个中国同印度系维持住嗰个 manufacturing 嘅活动嘅 activity 嘅啫 ，OK。咁所以美国仍然系远远落后喺下边嚟嘅。需要减息，啱唔啱 ？OK， 好啦。再下一张，下一张头已经讲咗成两张图系同呢个 manufacturing 有关嘅，呢张同 service 啦。嗱，服务性行业咧系美国嘅主要经济
嘅一个范畴嚟嘅，系一个板块嚟嘅。佢应该系占咗差唔多有成超过50%，都系呢个属于呢个服务性行业嘅。好啦，咁服务性行业好明显，十二月最后嗰条系跌到落嚟。縮翻到呢個矮仔咁，見唔見到啊？咁咧，但係咧，服務性行業因為係佢嘅主要經濟行業，所以咧全部都係喺50之上嘅。呢個就同呢個製造業完全唔同嘅地方就係、是、製造業全部都喺50之下，但係服務性行業就之上。但係之上得嚟咧，佢十二月咧，大家見佢係已經去到。七左右嘅系比上一个月又是跌咗落嚟啦。OK， 系四十，所以睇嚟咧，就算呢个服务性行业咧，就亦都系非常之疲弱同埋低迷。咁亦都系等于非减息不可。如果唔系，救唔到成个整体嘅经济。好啦，咁啊。快快脆搞埋呢张，呢张又同就业，呢张同就业有关啦。呢张就系、是、叫做 jobs， 就系 job opening， 即系美国嘅工作聘请嘅岗位有几多？咁、大家都见到最尾嗰度咧有条系呢一个粉蓝色嗰条，我哋睇又差唔多。今年全年咧，嘭都系向下走嘅，系咪得？一路向下走嘅。咁即系咧，原本有成超过1000万嘅岗位请人嘅，而家跌到落嚟下边呢一度，大家都见到啦，800几万啫，跌到。OK， 即系一路系越嚟越少嗰啲岗位。咁当然啦，有啲岗位可能已经请咗人，就唔需要请啦。OK， 所以系向下走嘅。咁如果要他们成日口口声声说那个就业情况是非常之好。但如果你看这一条你知道呢根本上他们讲大话。OK? Alright? 那即是亦都要。你讲大话。亦都要是你呃人。啊这个啊、你呃人你呃人。你呃人好像我叫做唐英年讲的。好像我记得。你都记得 ,OK? 好耐的了。嗰陣時你都未出世喎 ，OK？ 會唔會啊？四十年啊咁樣。OK 嗱，咁嗱，所以咧嗱，呢條就業講完啦，好啦，咁啊，最後一個最緊要、最緊要點解佢一定要減息啦？呢條第八章 ，All right， 第八章睇下係乜先，我都唔記得咗係乜啦。係呢張就係、是、資金流動。同埋信貸係嘅一條測，係乜嘢資金同信貸嘅融資叫做 facility 嚟嘅？因為嗱，你睇到呢條藍色線嘅最左邊開始嘅時候喺底下嚟嘅，完全冇嘅，係咪先？咁然後叭一聲走上去嗰度咧，嗰日嗰個時候咧就係、是、應該係。2023年大概三月到嘅，发生银行倒闭风潮啊嘛，记得嘛？有几间银行已经倒咗，又系有啲啊俾人收购咗啊，又剩啊嘛，系咪先？嗰啲大行咪出嚟救佢哋啊嘛？嗰啲地方性银行因为就蠢到不得了啦，冇听何宝嗰啲视频 ，OK？ 哎呀，即系走去买嗰啲咁嘅十年期债 ，OK？ 点知啲一路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咪倒闭咯，就系咁简单咯，系咪先？好啦，嗱，嗰阵时联储局就建立咗呢一个融资出嚟，系帮嗰啲所有嘅其他嘅地区性小银行嘅。咁佢哋唔够钱就嚟呢度借 ，OK？ 咁咧一开始嗰阵时梗系叭叭声个个借啦，唔使讲啦，咪向上走啦。咁但系咧，跟住咧就大家都覺得，咦？點解靜曬咯？好似搞掂咗咯，終於都
咁大，所以你见到咧嗰条线一路打横行啦。OK， 咁啊，但系原来一去到十一月左右，十月十一月左右，嘭声向上走啦，又是，喂，又嚟咯，银行倒闭又嚟咯，佢哋唔够钱啊，啲银行全部借钱，点解咧？因为佢仲系坐住啲盘，就等十年期债嘅债息跌，咁债息系跌咗一厘噶啦，已经 OK。你而家我一路 Jerome Powell 嗰日十二月十三号讲，有啲暗示会减息，咁咪成个市嘅债息就跌。原来我话俾你哋听，我系为咗救呢班银行。嗱，呢张图就证实我讲嘅系啱啦。OK， 呢张图，因为佢哋叭叭声借钱向上走。如果你再唔压低嗰啲十年期国债，等佢嗰个已经坐紧嗰个弱盘咧，系起码舒缓一下啦，即系低咗一厘，咁佢哋嗰个本保嗰个 loss 咧就冇咁大啦。OK。又宣布破产啦，又先咁，但系仲有一样嘢系困扰住呢一班银行，因为而家啲利息咧仍然系喺5.25%到5%，5.25%到5.5%咁高。点解佢会有问题咧？因为银行有存款噶嘛，好多客户。而家咧啲客户咧已经你唔高息得过嗰啲大行咧，佢根本唔会存钱入嚟呢度噶啦。OK。咁但系存得入嚟咧，你就要俾高息佢哋啦。哎呀，又死又死喎、啊！你知唔知啊？咁你点样去搞咧？所以咧，咪要又要走嚟呢一个融资呢、這个流动资金与信贷嘅融资嗰度借钱咯，又要同政府借钱咯。今次系咁，所以咧，你话唔减息点得咧？系嘛？好啦，我哋而家得出咗呢个结论啦。咁而家咧入底啦，点样一统江湖？哎呀，你唔好话我串。OK， 有冇人咁大胆、够胆咁讲先？冇啊嘛。啱啊，啱啊。讲唔串唔得噶。OK， 而家呢个世界已经冇咗谦虚呢个字噶啦。吓，你谦就冇人识你噶啦。All right，OK，、okay? 嗱，本轮预期今年全年。减息四次，每次0.25%，即系一共减一厘。All right， 咁而家大家都知道系5.25到5.5，减一厘，即系变成几多啊？4.25到4厘半。OK， 到年底。OK。咁唔算叻啊！好多人都估啦，有啲又估六次，有啲估七次啊！大家都唔知边个赢噶，啊分分钟佢哋赢我输噶，唔出奇噶。OK， 嗱，但系你听话，我俾埋日子你，呢样有冇人识得夜看天象先？有冇人？有冇？你 mark 低啊 ！mark 低啊 ！mark 低啊！逐日嚟啊 ！OK， 嗱，好啦，而且个个净系估开始。减息嗰日都已经众说纷纭，哎呀，我睇到我真系眼都大晒，有冇搞 X 错啊？真系，哎，我话俾你听，第一日减息系5月1号，系啊，你唔好理我点计啊，吓，有啲人又话用啲咩夜观天象，好似诸葛孔明咁啊，有啲。又话咩咩咩术数啊！哎呀，仲戆鸠呢样。OK， 嗱，好啦，唔出嚟嘅。5月1号，第二日嗱，我话四日喎。OK， 第二日系几多？你知唔知咧？6月12号嗱，写清楚啦，写低 mark 低啊 ，mark 低啊。OK， 讲咗俾你啦。6月12号，好似搞错咁样。如果我都俾你知道我啲嘢。哎呀，咁我就唔系何宝啦，系咪先？失败啊！失败、啊。第三次系7月31号。好。All right。嗱，真系鲍威尔都唔知噶佢知条铁啊，系我先知咋，你知唔知啊？好啦，第四日9月18号。All right。九月十八。嗱，记住啊，我再重复一次。
咁紧要嘅 ，OK？ 仲犀利过六合彩 ，OK？ 神奇到个神奇嘅数字，五月一号、六月十二号、七月三十一号、九月十八号，嗱未完啦，未讲完啦，嗱每次就减息0.25 ，OK？ 好啦，咁你以为咁就完？梗系唔会啦，环球金融市场千变万化，好多变化噶嘛。咁减完呢四次之后，系未够噶，大家都知道。咁咧，会唔会等到2025先至继续减咧？咁咧，同埋到时嘅通胀情况又会去到点咧？冇人知噶嘛，系咪先？除咗一个人，系我。OK， 嗱，如果经济数据配合得到嘅话，系适合嘅话，咁可能仲减多一次，嗱呢个系可能啫，呢个我都唔够胆肯定，因为睇下个天就突然间有嚿云走过嚟，遮住咗我睇唔到 ，OK， 所以咧，咁所以再减过一次咧，会系 either 11月7或者12月18 ，OK， 记住啊，点解我要估？两日估一日呢 ,OK? 是。因为到那个时候 ,11 月头 ,12 月头或者中美国有什么重要的事发生啊大选。大选咯是啦好嘢哎你真的叻了很多真的。好啦因为有可能会所以为什么我说有可能呢这件事因为真的个个都不知道拜登又不知道 Donald Trump 又不知道甚至乎 Jerome Powell 都不知道 OK 因为到时他如果见了是有少少藉口可以给他减多次的呢他会因应这个大选会减多一次而且跟着是圣诞快乐 OK 那如果是这样呢Fed Fund 全年会收四厘到四点二五 ，OK， 咁咧，唉，啲对我嚟讲嘅 piece of cake 咁显浅嘅嘢，啲人都冇一个人到而家，全世界喎、哦，而家讲到 ，OK， 全世界有几多人口？冇个人讲到出嚟，除咗我，喂，你仲有、哦，你要够胆讲先得噶。是不是合理、啊、合理是啱唔啱啊啱唔啱啊 ?OK? 所以你说是不是如果连日子都估到他几时减几多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面现在今年全年都是炒减息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赢啊比埋自己。那是不是即是自己了已经即是一统江湖啊，啱唔啱啊？唉，今日你真系好彩啦，你真系，你真系太好彩啦。O K， 何公子，阿何大侠啊，而家要叫。O K， O K， 嗱，握住啊，你哋，握住啊。已经冇，已经冇啊！呢个上 YouTube 之后咧，就会以后可以下年跟住再炒翻出嚟睇嘅。系啊 ，exactly。啊，唔使下年啦，你到年底你就知噶啦，差唔多 ，OK。起码到十月你就已经知道晒头嗰四次，肯定 ，OK。All right。我头先系咁喺度整咧，我发现咗有呢啲手势咧，佢会有啲嘢弹出嚟啦。啊，你见唔到啊？系啊，唔知点解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费事得噶，佢我学咗有呢一个同埋呢个咯，但系呢个佢一路都 sense 唔到。等我再试下。咁仲有嗰个咧？嗰、那个咧？那个呢、这个系啦，拜拜。OK，OK，OK，星期五见啦，各位，见到。